嗨，大家好，我小许。那这边用阿克雅来解这个金刚明王的地狱级的三成就。那这个地狱级的话，成就是只有水、队长与战友相同，还有三个以上神族成员。那我觉得以阿克雅的强度来说，打这种古早的地狱级应该是很轻松的。这个地狱级就没有什么技巧哦，就是从头碾到尾。因为这个地狱级血量都很少啊，异常的少啊。第三关龙类克制，那我们这边没有龙嘛，就随便打。而且血量才380几万而已。那再来第四关的话是火锁定。那阿克雅的话完全不怕哦，就直接把它撸过去就好了。那下一关的话呢，你有没有转租？300多万而已。阿克雅的话就15秒，没差。这边的话，它会有风化，所以起手的时候小心一点就好。接下来王冠还没到王冠王前一关有一个黑白符石。那在王一反击5000，然后因为它是火属性嘛，所以其实我们还有克属的优势在。那再来的话是越战越强血量只有800多万而已，那我们就随便开个技，开个二消。这样就轻松三成就要完成哈，用阿克雅我觉得最轻松了。那今天这部影片呢就到这边结束啦，那喜欢影片的话记得订阅，那也不要忘记按下你的喜欢，那也分享给大家，那我们下部影片见咯，拜拜。